用哈，其实你要全家一定要练到相当的程度才会好用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太早讲？啊，就是有时候你还没去讲球楼的时候，哎，你开始要用劲的时候，反而会不好。啊，你还是你本来已经累积一点柔的东西，这样一倒你又把它破坏掉。啊，其实会这样，但是因为你们进度太慢，哎，所以要加一点用，让你们有点乐趣，有点乐趣。啊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就是你全家一定要练手，啊，练到能够劲能够串起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比较好用。啊，这样，那我们今天讲一点金刚倒退，金刚倒退，我们先试着打看看。一开始啊，他会从左边啊，两手就平举，然后向右，啊，这样，啊，然后脚出脚。然后往前去，然后再稍微绕一个圈，你要绕大圈也可以，你在这边绕一个 S 型的圈也可以。啊，这种都是你在打的时候，啊，还有点差异，那没关系，拿起来再讲。打，这个手搭起来就是变叫搭，有点像搭手。当对方有动作来的时候，你手伸出去，好像触须一样，有没有？哦，人家像有些动作有触须有无须呢？伸出去就是去跟他做第一次的接触，啊，第一个接触。一般我们就他就搭手，啊，搭手。那当然他这样是没有给我压力的，啊，但是如果有些是比较这样，哦，这样压力来了。这样压力来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去就碰到了，你看我这边不会转，这就碰到了。你要碰到我脚就扶起来，啊，因为他给我压力了，我会这样去又碰到他，当然扶起来。所以你如果能够打圆，那就没问题啊。这样讲打圆，啊，这样打，他就没有用，啊，他这个对我的这种压力就。没有用，行吧，再打。再看啊，哦，这个就没打圆。你看，我一直要往前去，他就是不知道往前。哦，我就是会跟他杠起来。那我如果肩膀会松的时候，你看，再往后再吞他的东西，他的力量就不会在我身上。好，哦，所以你这个手就上来搭，哦，这样。那我们如果接着捋，就往旁边去。他就是这样，他就可以这样，他也可以这样搭起来就往前送，啊，搭起来，起来以后就往前送，啊，这样也是都是很容易的用，啊，所以你这个手搭起来可以往后，啊，这叫往后，他也可以往前，啊，手搭起来往前，啊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手一搭，你可以等一下去练，有力量来。怎么样可以让他起来？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怎么样让他起来？要去试才知道。OK， 好，掌声。